哎，买香，干嘛去？脾气还不小。哎，我听说你们家招驸马呢，你看我行不？少恶心人！牛什么牛？ 行，怎么看见我高兴傻了？<笑>你在岭江红毛灰呢？哎呦，复原了。复原了？怎么了？你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这不是没来得及吗？啊？哎，夏，怎么了？ 哎，夏，你怎么那么快干什么呀？等等我！哎，怎么跑上了？夏，你干嘛去啊？啊？给我！不给！哎！哈哈哈！笑话我呀？啊？让你笑，让你笑。 再说完就回来，该收下了，收下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逼我犯错误，我这脾气大呀。不想搭理你。我搭理你啊？哎，你好棒，爸爸，哎呀，想死我。 按照咱们刚才商量的，你下去赶紧落实啊！行，你放心。哎，我听说云宽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哦，麦叔弟，你好像不太高兴啊？我没不高兴。麦叔弟，你跟万山兄曾经是那么好的兄弟，可这疙瘩一记啊，就记了这么多年。哎呀，按说啊，你们一起参军。 又一起结的婚，前后脚还有了孩子，又订了娃娃亲，这好的就差穿一条裤子了。可是后来往山兄就犯了点错误，你说你们就，那叫犯了点错误啊！贪污公款，那叫犯严重错误。他不是没办法吗？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了，那孩子饿得嗷嗷叫，把人逼的。行了，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，咱不提了。哎，正好，我要找你有事儿，咱言归正传吧。 还有什么症状啊，麦叔弟，我正要向你请示呢。云宽回来了，我想让他进村委会，再把团支部见上。这孩子是咱们看着长大的，又在部队锻炼了几年，错不了。现在村里啊，需要他这样年轻人，你看是不是？我还是那个话，你们村的事儿啊，我不干涉。你同意了，你就自己看着办吧。走了。 看着办，你就不该回来。这没什么该不该的，知道吗？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，让你上前线你就得上前线，让你脱军装你就得脱军装，没得商量。那你脱了军装，那你还是军人吗？我脱了军装怎么不是军人了？我脱了军装，我也是军人，我一辈子都是军人。你骗鬼吧！我在村里嚷嚷着比武招亲，全村人都知道，条件都冲着你去的，你倒好。 哎呀，设了个比武招亲的套，把自己套进去了，啊！哎，我说香儿，你挺聪明一个人，怎么不动动脑子呢？都是你害的。哎，行行行行，我害的，我害的。放心啊，有什么事儿我顶着。就怕你顶不起来。哎呦，这事儿有这么严重吗？我怎么没觉着呀？我不管，这个烂摊子你收拾。行。 我收拾，我怕谁呀？我有招。你有什么招？说给我听听。哎，我估摸着吧，我打仗的那些招，在这件事上应该也能用上。强攻不行，我们就迂回啊。这迂回要再不行，我们就，啊。
耍赖嘛，是吧？要耍你耍，我不管。什么叫你不管啊？哎，咱俩的事儿。谁跟你咱俩呀？香香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参过军啊，那说得过去吧？就那牌子，复原了它也能挂呀。只要从我们家摘下来，挂到你们家，这不就妥了吗？哎呀，什么妥不妥的？我爸和你爸不见面还掐呢，咱俩的事情瞒着他们，那你现在回来了，不就露馅了吗？他们肯定不同意。你刚才也说了，咱俩的事儿，咱俩同意就行啊。那你不怕闹翻天了？哎，不怕。我在部队上练就的这身胆儿，现在正好用上。哎，逞能。本来就能，不用逞。爸。都是我来干了，你非得自个儿干。哼，我手艺不如你啊。嗯，我怕你累着嘛。不就编个托吗？还能累死啊？爸也不是纸糊的。哎，哥，哎，这怎么回来了？回来了。哎，爸，我这回来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？啊，说是去当兵，一去三年，跟点卯似的。你说，我说爸，这部队上的事儿您还不知道啊？您都是老兵了，这首长只要一下令，我们就得向后转，是不是？行啊，是，回就回来吧，反正也是早晚的事儿。哎，还是老兵有觉悟，开明。林宽，饿了吧？哥给您做饭去啊。哎，等等哥啊。这怎么还不娶个媳妇儿啊？我参军之前啊，咱们这院就仨光棍，我回来了还仨光棍，这不像话呀！你哥老实，走开。哎呀，你不好找对象。来，这回来了，说说，想干什么呀？暂时保密啊。哎爸，身体怎么样啊？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。行，爸。收拾。爷，这什么钱啊？复原的安置费啊，拿着。行，那我就先收着，到时候娶媳妇儿用。别偷偷买酒喝啊。喝，买点酒怎么了？王山兄，云矿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节目出来了。哎呀呀呀，这几年没见了啊，结实多了。哎，秦坤，坐坐坐。哎，好，好。给倒点水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爸这边矿可是一把好手啊！别喝水。哎，走。哎呀，云宽啊，我要回来有什么打算？叔，我都想好了，我呀哪儿都不去了，就留在咱洛阳滩。好啊。啊，不进城里就留洛阳滩了？哎呀，爸，我参军之前啊是农村户口，这按规定就应该回到农村来，这城里也不给安排啊。再说了，咱洛阳滩哪儿不好啊？这建设好了，不比城里差。好小子，有志气。王仁兄，云宽这想法好啊，我支持。你是不是老早就打我们云宽主意了？那村委会正缺人手呢，这云宽见过世面，眼界开阔，那正合适啊。你说呢，老哥？香，香啊，听说云宽复原回来了。啊，我在镇上还碰见他了。哎呀，想想啊，你们俩小时候挺好的。云宽啊，总往咱家跑。还经常用自行车带着你去上学，后来你爸转业回来，两个老的闹别扭，你们也就生分了。你说这老哥俩怎么就结了冤家了？说谁呢？我和我妈闲聊呢，没说你。
云家那小子回来了，也没说云宽。你们当我耳朵聋啊？云宽，咱们就说定了啊！定了，叔，这事儿我在部队早就想好了。哎，万山兄，云宽赴宴回乡是好事儿。好事儿？好什么好？我看不好。 他愿意在陆远滩干，那说明他有志向。这咱们应该支持啊！你看不好，那你想让他干什么？去城里打零工，挣点小钱啊！这思想有问题。就是。行了，儿大不由爷，随他吧。行了，叔，我爸同意。同意是同意，别指着我双手赞成。谁让你双手赞成？有个态度就行嘛。行了，云宽，明天就上任。明天啊？对呀。就明天。行。 王山兄，我走了啊！叔叔，你慢点啊！哎，这个柳乾坤，什么时候咱们家的乾坤由他来定啊？哎，爸，您这话说的不对啊！咱家的乾坤啊，您定，我的乾坤，我定，没门儿，没门儿有窗。哎，小子，去吧。哎。 我说他妈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！爸，你跟我妈说什么呀？提亲的事儿啊。啊，香儿，今天呢，李家渡的李三多来提亲，说咱们家的条件都能答应，今年征兵也都报上名了。您帮我推了吧，那人我瞧不上。哎呀，面都没见，怎么就说瞧不上啊？ 那这事儿不能着急，不能什么人都答应啊。那万一错过一个好的怎么办呀？李三多那人我知道，和我是同届的，窝窝囊囊的，就是参了军，他也不能有什么大出息。嗯，男人啊，没出息可不行。<笑>还是我爸有水平。<笑>爸，你最近有没有听到些什么呀？我能听不到吗？ 可多了，哎呦，说女儿眼光高，那都高到天上去了，嗯。<笑>那您如果觉得我条件太高的话，要不就降一降，什么转业的呀、复员的呀，只要是当过兵的，就都考虑考虑呗。香儿，那些个条件不是你提出来的吗？哎呀，那不是我没参上军，我赌气呢吗？我看不用变，那些条件。 硬硬朗朗，我看挺好。爸，那您说脱了军装的算不算是兵？当然是兵了，啊，复员转业他都是兵，一辈子的兵。<笑>妈，您听见了？听见了。你爸转业以后啊，那身军装一直穿着。哎，咱家门上挂的那个牌匾，挂了多少年啊？去年才摘下来。<笑> 来，爸，您坐来啊。干什么呀？有事跟您说，您先坐着。哥，你别忙了。啊，我呀有个事儿跟你俩说。啊，什么事儿？啊，哥，我有对象了。有对象了？好事儿啊。谁呀？这人吧，你俩都认识。咱们落雁滩呢？麦香。麦香。啊。 绝对不行！可我俩都已经好上了，好了也不行，别指望我答应。当年在部队上，谁不知道我们俩是最好的兄弟啊？一起当兵，一起提干，一块生孩子。所以说，我和麦香才定了娃娃。别跟我打岔！我对他麦子黄到底怎么样，他心里最清楚了。 万没想到啊，最后踩着我往上爬的就是那麦子黄。爸，我跟您说，你俩之间啊，那肯定有误会，肯定有什么误会？他就是见不得我好。你们说。
他当初做那些事儿的时候，他想到兄弟情义了吗？当机军机，我英雄山全丢了，太绝了！现在我儿子傅园回来了啊，要娶他麦子黄的闺女，做儿媳妇儿啊，天大的笑话！哎呦，说吧啊，先别生气了，听我慢慢。我肺都气炸了。 我告诉你，云宽，你敢把麦香娶回家，除非我死了。哎呦，这老头太绝了，太绝！妈，哎，我来。给。 跟妈说句实话，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啊？头一开始提的条件是有点赌气，就是因为没参上军，啊，可是后来想想，确实不对。村里有人笑话你了？倒不是怕人笑话，就是不想那么较劲了。你不较劲。 你爸还较着劲呢，条件是你提的，可哪条不是他心里想的啊？妈，我上我爸当了，你说呢？想，你知道墙上挂的这些奖章、军功章是怎么得来的？你再看看梁上绑的那块红绸，虽然啊已经褪了色。 但那些事情都在眼前。你爷爷当年是新四军，为了救村里的老百姓，被日本鬼子活活的烧死在那棵大树下。他们还烧了咱家的老屋。后来，村里人砍了这棵大树做梁，把老屋又重新建了起来。妈，从小到大，我听奶奶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。她还在梁上。 挂了那块红绸，那你知道奶奶为什么要挂这块红绸吗？她就是让我们麦家的子孙都要记住，我们麦家呀是有光荣传统的，那就是麦家的男儿要当兵。哎呀，你爷爷麦连城牺牲以后，奶奶就把你大伯麦子弟送到了朝鲜战场。大伯牺牲以后。 他又把你爸送到了部队，你爸一干就是20多年，直到奶奶去世，他才转业回来，当了这个大队书记。哎，可惜我不是男孩，两个弟弟又小，当不了兵。所以啊，你爸才想招一个当兵的上门女婿。那这事儿先不说了，我不急。怎么又不急了？ 我听你这么一说，更舍不得离开这老屋了。这事儿，先缓缓吧。行了，少大点儿，你也倒上。好，来，等等等等，你喝口这个。行，我干了，干。哎。 小子，行啊！哎，在部队也这么整啊？在部队就这么整。您是老兵，您还不知道吗？哎，爸，嗯，哎，我来给您道。您说呀，咱这院儿啊，不冷清吗？是不是？这姓刘金呢，我和我哥俩都长大，是吧？嗯，我们俩呀。 要都娶上媳妇儿了，你说咱这院里多有人气，多热闹啊！娶啊！你娶一个，你哥娶一个，再给我生俩大胖孙子，那还爸不拦着？您说咋不拦着？他这那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别蒙我啊！啊，卖香不行。哎呦，爸，您想想，您等会儿，我跟您说，这卖香啊。
跟我是换个帖子的娃娃亲，您要反悔了，人家要找麻烦呢。谁啊？陈凯！你今晚给我找来，找来！我不给您沏茶去。你刚才说，麦香怎么了？麦，我说呀，麦香它是最好的，您信吗？我信啊，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我信，我能不信吗？啊，爸，那我就直说了啊。嗯，这我和麦香的事儿啊，您就松个口，是吧？我知道，从我小时候啊，您就最疼我了。您啊，要真疼我呢，就让我娶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女人，行不行？行啊，你喜欢就行，只要你喜欢就行，傻子。真行啊？您说真的？啊，是不是真的吧？是。哥，咱俩可说好了啊！哎，说好了，娶，没合作吧？没有，爸，这行不行？行，外甥带孙子就行。行嘞。爸，我去渡口了。哎，爸呢？啊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哎，对了，香，提亲的再来，妈怎么说？等你回来点头啊？直接回来吧。你到底找还是不找啊？我条件太高了，十个有九个都不行，还剩下一个，估计我也瞧不上，不如直接回了。这孩子，慢点儿啊！一副残兵败将的样子，你怎么还幸灾乐祸呢？这可是咱俩的事儿啊！你打退堂鼓了，干脆放弃得了。在我们当兵的字典里啊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。吹吧，你就吹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既没开坦克，也没架高射炮，就已经把阵地给攻下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是攻下来还是没有攻下来？我爸就说了一个字，行。啊？他真这么说了？他真这么说了？我很不信呢。你不信啊？那我就得。我跟你说，你都当村干部了，你稳重点啊。哟，这事儿你都知道啊？我爸跟我说的。那咱俩的事儿，你跟你爸说了吗？我没敢明说，但是我就是往脱了军装还是不是兵上扯，扯来扯去，就把我爸给绕进去了。你怎么扯的？哎呀，别管我怎么扯的，只要我爸承认说复员了还是兵，剩下的就不是问题了。baby，你想啊，你爸那脾气比我爸强不了多少，是吧？宁宽，唐二兰吧？你还认识我呀？你复员了？啊，复员。这身军装穿你身上，就算没有领张帽徽也一样精神。宁宽，哎，结果聊什么呢？这么高兴？刚碰上了。走了啊。哎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，回来也不说一声，同学们一起吃个饭，给你接个风啊。我这不是刚回来吗？宁宽，哎呦，天蓝，哎呀。你想的挺好的，挺好挺好。你这回来了？回来了。走走走，跟我走。干嘛去？给你摆接风酒啊，咱们去镇上。走了。现在不行，我得去村委会。哎，明天去都来得及。走了。哎，你们两个把我当空气啊？没你事儿。你小子今天酒量行不行啊？行不行也得跟你喝呀。走。林宽不是要跟家里人摊牌吗？什么情况了？望山叔那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难。
连你这样的条件他都看不上，那真是瞎了眼了。这十里八乡的姑娘，你要是排第二啊，都没人敢排第一，对吧？哎，香，你得抓紧。我刚才看见桃儿兰了，你是不知道，她见了云宽黏糊的呀，那小腰扭的，那眼珠子都要飞出来了，整个一大花痴。有那么夸张吗？你忘了初中那会儿，桃儿兰对云宽多殷勤呢，三天两头的，不是往云宽书包里塞个鸡蛋，就是塞个麦饼啥的，云宽躲都躲不及。同班，你刚从部队回来，是不一样了，你比之前又结实了，真精神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一手一个100斤，没问题。哎，可惜了，你这刚回来，我就走了。去哪儿啊？今年部里征兵，我报名了。哎，你没超龄吗？末班车。呵，好，我还以为你小子放弃了。不会，我跟你说，参军好，长见识，这不是步你后尘吗？嗨，兄弟，错不了，你将来绝对是个好兵。来，再干一个。来，喝口水。好。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，麦香有对象了吗？你打听这干嘛呀？麦香那么漂亮的能干，要说她没对象，我肯定是不信。应该没有吧？要不然她也不会放出这种口风啊。她放什么口风了？找对象，她说要找当兵的，还说要入赘啥的。你说够上这种条件的能有几个呀？我三哥呀。你三哥？姑，你糊涂了呀！我三哥不是要去当兵吗？你看啊，姑你有四个儿子，入赘一个没什么。但我三哥要是娶上麦香这么好的媳妇儿，那可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三哥，他可没想这个，一门心思想当兵啊。当兵跟娶媳妇儿又不矛盾。你看麦家拉开比武招亲的那阵势，就算是百里挑一，那也能挑上我三哥呀。还真是哈。云宽啊，这酒都喝到这份上了，你是不是得交个底儿啊？什么底儿？哎呀，你这从部队回来，这婚事什么时候得办了呀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啊，我和麦香这事儿吧，快成了，真的。哎，来，哎，我跟你说呀，麦香啊，真是下了心思，他们家选女婿啊，那条件，那要求，那全是冲着你来的呀。我劝你啊，趁热打铁，你得抓点紧啊。什么意思？怕节外生枝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几年那追麦香的可不是一个两个，你回头别让人家遭个空子。拉倒吧，钻什么空子呀？啊，我跟麦香那感情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这100个人一块使劲儿，他都叫不动，懂吗？真好。哎，你说你们俩这怎么能那么好呢？我怎么瞧你这意思，想听故事是吧？学习。哦，行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喂，还吊我胃口？你这是变着法的让我请你喝酒吗？我就是这意思啊。干了，来。黄山叔，干什么？您不是要过江吗？干嘛又不过了？不去了。叔，您来都来了，看我在撑船就不走了。我可天天在渡口呢。往后我就不上渡口来了。您真生我的气了。你是大队书记的千金，我云往上不敢。那还是生我的气了。叔，别叫我叔，我担不起。您这是怎么了？从小您看着我长大的，把我当女儿一样。麦香，别绕弯子了，我就跟你说一句，你跟云宽的事儿成不了，
你就死了心吧。我的话没听明白吗？你上船吧，我送您过江。不去了。叔，我和云宽的事情您说了不算。你既然这么说，那就看云宽能不能娶你。想让我儿子当上门女婿，把我们家的光荣牌匾挂在你们家的门上，也不看你们麦家地里长没长那根葱。叔，有完没完？还进到家里来了？叔，是我。你是谁啊？我陶二兰，陶心丽是我姑啊。哦，我见过你。我跟云宽是同校，过来看看。云宽呢？去村委会了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听说他复原了嘛，同学们让我过来问问，看什么时候他有时间，我们一起聚聚。他是我们班长，可有威信了。你抬举他了。哎，我帮你拭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孩子，来来来，给我给我。行了，你别管了。没事，我帮你。情况就是这样，大家看看，对以后村委会的分工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没啥意见。我没有。没意见啊？那就散了啊，散会。散了。哎，刘坤，你坐。江叔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村还没实行联产承包呢，全乡都没搞呢。这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开过一年多了，怎么还没搞啊？嗨，你不知道，这现在全国农村啊都没推广呢，所以咱们村的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。这事儿啊，我问过乡长，他说要等上面通知。哦，哎呀，云宽，这村会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培养个年轻人。哎呀，本来看好天来了，可这小子一门心思想当兵啊。不过正好你回来了，钱叔。我没经验，得向您多学习。哎，你们年轻人见过世面，脑子活，敢干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好。您先玩吧。好了好了，好。哎呀，走，慢点，二哥。云宽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看见你爸了，他的态度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。他说什么？他根本就不同意我们的事儿。不对呀，他明明告诉我自己喜欢就行啊。不是这样的。你别着急啊，我现在就去问问。这老爷子怎么回事？这云哲呀，几杠子都打不出个屁来。叔，叫你这么一说，这哥俩都不像一个妈生的呀。人家都那么说。云宽当时在我们学校可出了一把吹了，吹拉弹唱样样都行，有一次跳高还得了冠军呢。我们班上好多女生都喜欢他。哦。啊，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啊。这小子打小就机灵。哎呀，叔，这些年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，也真难为你了啊。是啊，当你婶儿走了之后啊，这日子一直就这么过，嗯，也都习惯了。哎，叔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，听说这云宽跟麦香好上了。我不同意。他也不想想，这事儿能成吗？为什么呀？你看麦香又漂亮又能干，这十里八村打着灯笼都难找到好姑娘啊。不是一家人，进不了一家门。嗯，这麦香呢是大队书记的女儿，眼光高，可云宽也不差呀，配她绰绰有余。行了，不说这个了，烦。叔，这些差不多够你吃的了啊。嗯。那我还得回陶家坝呢。哎呀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行，你别管了，我来我来。啊，那我有空来看你，你不嫌我烦吧？瞧你说的，你想来就来嘛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我先走了，叔。我改天再来，叔。这孩子，爸，
这昨天晚上咱俩说的话您当真吧？昨晚上咱俩说什么了？哎，昨天晚上咱俩喝酒，您说的话。咱俩喝酒了吗？爸，您这是故意装糊涂啊？我真记不住了。您说我和麦香的事儿，只要我自己喜欢就行，是不是？我说那话了，那不等于打自己的脸了吗？我说爸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您怎么还耍赖呢？哎呀，那是喝酒说过的话，那是醉话，能算数吗？合着您拿自己儿子耍着玩呢？是你要玩的，小子，你玩不过你爸。妈，你的胡辣菜真香。饿了吧？爸爸回来就吃饭了啊。好的，嗯。站住！哎呦，走，看看你妈做的啥。爸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吃饭了。好。哎呀，妈说都饿了，来来来。吃饭。哎，来。你弟呢？我弟睡觉了。睡觉了。哎。他爸。哎。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今天冯锁子又来提亲了。什么？冯锁子敢上门来提亲呢？他把我女儿当什么人了？哟，看你这脾气发的！哎，你去四零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他是个二流子啊？成天家游手好闲，不干正事儿。我女儿就是不嫁人，也不会看上他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生气了，都让我回了。回了好。想说了，以后啊，不用征求他意见，全都回。还有他妈呀，我就纳了闷了。你说咱这香，他是谈的还是不谈的？谁知道呀？你答应不答应？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就是放不下你。我知道你有心上人，我也知道他是谁。我今天就让你们成不了。流氓！来人了！来人！别我嫂子，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别打！再敢动手，我见你先打你！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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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！行了行了，我说你也是啊，这以后早点回家。我心里烦，所以我想一个人静静待会儿。心里烦你找我呀？你怎么跟我爸似的？你爸不在，我就是你爸。你还敢冒充我爸？让我爸听见了，看他不收拾你！得了吧，别说你爸不在。你爸在，我也敢这么说。香，爸，回家。哦。你怎么不当爸爸了？你给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在跟他谈恋爱？
您说谁呢？站住！过来。你当你爸看不出来呀？你老实说，是是还是不是？是。几年了？好几年了。那你还假装没对象啊？还让人上门来提亲？我说香啊，你是搞什么名堂？你是在蒙你爸呢，还是蒙你妈呢？我没有蒙你们。那你这算什么？我就是怕告诉您了之后您生气，没敢跟您说。你这是捏着鼻子红嘴呢，啊？吵什么？别吵，你们俩，啊？你爸怎么了？这是，啊？我和云宽把我爸给惹火了。你和云宽真的好上了？嗯，好几年了。前方漫长，天空一望无际，孤独中守望。遥看远方，逐渐心与向往倾诉给时光。春去秋来，几经岁月流转，不变的是真正熟悉脉象。等春天的风吹散愁容，带来阳光，沉睡的翅膀终于在此刻起航。当无边的爱赶走悲伤，带来温暖，追光的麦芒在肆意的生长。他不再畏惧几度春寒，几度秋凉，无论到何方，知道风起时。